Happy next day， 我是子谦，我是彤彤。我们今天要开箱 BTE 路跑的礼物，耶！因为明天要去参加路跑，对，完赛证明，哎，跑就你完赛证明。还有立顿奶茶，或是 BTE 的，它是跟 BTS 联名 ，BTE 联名合作的，对，合作的奶茶。啊，这个是拖鞋，拖鞋应该是你们的尺寸吧？跟姐姐的尺寸，这不是我的尺寸，尺寸，这不是我的尺寸，大锅里，对，大锅里，这是路跑的那个衣服，T 恤，对，那明天穿这个来跑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包包，一个包包，包包要不要打开？打开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袋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陈龙爱的，对啊，我想这个。明天要背的一个。明天为什么要背那个啊？要用啊。啊，还有奖牌。奖牌蛮精致的。要把它挂过去。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他的奖牌。奖牌蛮精致的。啊？等下，他这个奖牌啊，没有这个袋子也没关系。所以纹身贴纸。这是一个立起来的。当装饰。对。酷吧？然后还有贴纸。贴纸。然后这是牌。纹身贴纸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对耶。那还有运动毛巾。好了，那我们把衣服穿起来，好吧？穿起来 ，OK。好了，我们全部换上去了，这就是我们明天的战斗服，好不好？明天见了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人家都已经跑了，我们现在才要开始。刚才停车太艰辛了。对，因为刚刚实在是找不到停车位，这边附近的停车位都满了。我们停在往淡水那个方向有一个停车场，停超远的，然后坐计程车过来，真正是要花了200多块。好。你该不会太热了吗？你应该就后悔。我带着，我带。你该不会很热？好 ，OK。哎、欸，彤彤呢？你刚刚回来了。快点，好，出发了。好，那我出发吧 ，Go。Go。走吧，走吧 ，Go。我要别你讲。Go。走吧。我为什么早上要跟他们来这边跑？这个。BTE 的，我会怎么穿上这一身紫色的服装呢？我怎么穿紫色的？哪边？哪边？这边吗？这边的，哎，跑到那个，跑到，走，走，走。很累。快点啊！散步5公里，这是 BT21 散步5公里。对，这个是 BT21 散步5公里，1K 了，2公里了，那我们2公里了。有人在钓鱼。下次也来这边钓鱼，干嘛？钓鱼。我肯定钓不到。拿照日本的方式钓。日本啊，我们日本。之前不是这样。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有。来，放着。钓那个很小只的那个冰鱼，对不对？超好吃的。我们要来钓鱼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放着，放着，上面绳子有来动，就给拉上来。啊。我终于有坐的地方了。快点，你要钓到吗？没有啊。我钓到了。丹丹有钓到吗？我根本没钓。这次都没钓到，这次没有钓到。钓到！哇，丹丹钓到了！钓到了！这是彤彤钓到的鱼哦。Come on， 阿里亚多。阿里亚多，拜拜。好吃吗？吃完了，盖子很好吃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到你们了，这到你们了。你们又跑了？你们边走边跑啊！你们要拍照吗？帮你们两个拍。来，拍完照。
一起跑吧。Let's go. Let's go. 好，跟导游要掏车了。好，拜拜。三 K 了，三 K 了。还有，还有两 K。哎，剩两 K， 很快耶。那我们三 K 了，我们三 K 了。还有人在拍。今天有第四 K。还有4K 跟5K， 很快了。其实我觉得比跑操场还要来得快，比这个还要。因为操场是一直到圈圈，到圈圈会觉得比较慢，然后这个是跑公园就觉得还好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我要冲了，哥们，100公尺要没力了。耶，100公尺。4K 现在开始飘雨了。对对对，拿去追桶头。下大雨了，下大雨了。上吧上吧上吧。桶头我们完赛了，对吧？耶，完赛了。我们比你们强。恭喜了，恭喜。你超大。对吗？还好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在对。我们再领到这个 BT21 的口罩跟矿泉水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为什么要在这边淋雨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对啊。都是体验的害的。太可难了吧！我是一私人教。太可难了吧。2022第一场路跑，BT21凌晨的，哈哈哈。没有，你们其实昨天就可以来拍的，昨天你没了，昨天他布置了。昨天你没了。对啊，他都在前一天来布置啊。可以依照刚刚的经验，就是大家跑出去之后，我们应该先拍照。哦，对。然后拍照完之后，我们再开始跑。对对对对对，刚好避开人群。对。我们要进入最重要的行程，我要买东西哦。来这边啊！主持人说：“请上来领取哦。”别拿目的就是这个吧？对，不是要来路跑的。没有，我超怕只要拍照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他今天很有斗志，他说都来了，一定要跑一下。一定要跑一下。有他有说。有啦有啦。但是我跑都根本没有一点斗志。应该有跑了0.5K 吧？应该有哦。没有，没有啦。我们有2公里，有2公里，我们跑两。我没有跑2公里啊。有2公里。哎，那 Saber 的那个对不对？这个吗？对， Saber 就是这个。我们也可以刷199。对。不会没事。太棒。你看那个。不喜欢这个。哎，这个。190，那还可以，没有错。要蓝色还是要粉色？不喜欢蓝色。那姐姐，姐给我买了一个包包，看一下，买了一个小钱包加一个背包。拿个小钱包。那蓝色被买走了。对，姐姐本来要买蓝色，然后后来跑进去里面看，看一看，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女的拿起来看，她就要犹豫，然后可能就很紧张，那就这样，结果还是被买走了。然后所以蓝色剩最后一个。对啊。哦。那她只能挑粉色。她想说她怎么会买粉红色？她只能粉色。然后彤彤看姐姐买，她也买了一个。他们来花钱的啊。对啊，你看。一样东西，真这么多，你借我的真多，很想要，他听起来就很害怕。也还好，他想要买那个牛仔裤，现在还没货，他们可以演。谢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买了这个。好，他买了这个。他们家还有小钱包，还有小钱包。给他挡水。好了，今天才跟田老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我今天太辛苦，我要先回去了。拜拜拜拜，赶快回去。下次见啦，下次见啦。好了，那我们活动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辛苦了一天，狂淋雨，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？这边还一堆人呢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先到这里了，拜拜姐哦。分享跟大家哦，拜拜，下次见啦。我们路跑完来吃鼎泰丰，大家抢着吃这个小黄瓜。鼎泰丰牛肉面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一道菜，我觉得比他们小笼包更好吃。我个人觉得，我喜欢烤肉。哇，
小笼包来了。你看哦。一边吃。发公布